掌声欢迎林嘉诚。我是观众的林焕君。我是欧总祖安。我是欧总文婷。我这边很开心跟感谢 Tommy Vodiger 的邀请，让我参加他们的快闪开幕的派对，然后也谢谢各位大家来看我们。那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欧总的开幕表演，那其实蛮兴奋也蛮紧张的，然后不知道大家看我的以后有没有觉得很开心。好，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的第二首歌，那是越谈越爱的恋爱。有声音是谁？